目前在鞍马这个项目上，世界上是起评分最高的是英国的选手叫史密斯的，他达到了6.9。哎，我们目前的话，中国的张洪涛，包括肖青，他们能完成6.8的动作，但是张洪涛和肖青的完成的质量要高于史密斯，包括匈牙利的这个选手。我们来看一下袁潇阳的第二跳。它是一个5.0难度的前手翻，躯体前空翻转体180度。这动作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。这次